得我们之前一起看到比赛，数到三嘛，一、二、三。还能够在一起的每一天，都觉得一定还会有明天，直到现实迫不得已把你们分开。只要你有心，然后告诉他说你有多喜欢他。一个人如果一直都没有勇气改变的话，那我们就只会站在原地。小叔，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？跟我一起为幸福努力敲钟吗？除非你放手，不然我都不会离开你身边。